墓地我还是要看一眼，万一他就刷了个推，我再看那墓地吃屎。十次墓地一次刷，这里也是红毯子也是，十次一次刷。他祭司都用头修了，都已经修一半了。祭司要跑了。还特地放个分身，救济祭司。我无所谓，我等闪现，还在里面。这种拖时间啊，很拖我时间。这结石该卖了。丢了三台了。他不吃刀，不行呐！他要秒救了。这是最后一台大隐藏电机，要好了应该。那挑战是在这儿。平了平了。还可以，平倒是能平。就是不好赢，
有点换黑妹的话可以用，没换的话用不了。调香可以抓。他没了反常加速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我差点让他上水吸第一好了。他要 CD 好了，我就输了。吓死我了！我这。农民呢？再不就二挂了呀。我刚才应该出刀了，我不想插刀，弹了一下。不爱插刀。你这熄火好烦啊。每次都是椅子熄火，我打不了第二刀就炸了。这条是一挂死，他是哪来的胆子出来的呀？
打中了就算了吧，打中了他应该活不久了。当我面菜猪啊，这个人！里面有电机。外面没有，里面应该有封印吧，正好。出口有人呐，有人想修鬼屋。哎，这怎么有个杠子啊？不亏不亏，看你结实了。还好，不亏。喜欢搞事啊你！站没关，没鸟，结束应该死了。幽冥要从起点过来，点亮的是先知，幽冥过来了，娃娃，娃娃鬼屋，磁铁残血桥，然后终点是先知，娃娃鬼屋。幽冥倒了，要换人救了。现在还能卡滑梯吗？早就不能卡了呀。怀表机器，首先知的电机，那能打了一刀。鬼屋一台，磁铁一台，现在先知去摸佣兵了，要么就跑了。结石死了，挂佣兵。临死前他把鬼屋修亮了。磁铁修，先知准备偷，这就是先知。娃娃临死前把电机修了，然后把它摸好了。现在残血磁铁修起点，先知吃了钻啊。
没有用，你点了也没用。我把他打倒，我传送了。然后我装个推进器，我再过来。他坐车的。跳不跳？不跳。丢丢丢！来丢丢丢！我看你吃的多不多。这还撞了一下，我堵限制的门打不开。不一定，我得过去看一下，万一他打开了。反正他从鬼屋赶到起点要时间了。真就给你开了呀。结果那是一个月亮河，心态崩了，真的心态崩了。哎呦，他坐车不就炸了吗？他坐车就那边打个洞，没得了呀。小伙子，你洞没好，我赌你的洞没好，所以我要把你带走。我靠！F。今天非要带走这个祭司，不能放走。真的难受。
难受呀！本来那一波就可以把他带走的，我失误了。我需要找到祭司，只要祭司敢修，我就必须要把他带走。好像在终点。抓是抓到了，但太迟了呀，抓得太晚了。然后现在那边黑妹在修，我守不住。有没有怀表啊？可以抢救的。闪开吗？我靠，抢开了。炸了呀！炸就炸在那个，本来祭司可以死的，空刀了好像。我赌你是个二手耳机。抢电机，抢电机，把他黑妹赶走。他被搞得给幽冥一刀就传送了，我日你哥，好意思不？哎，你没飞过来，黑妹能不能揍他一手？
哇、哦，厉害呀！祭司还是强啊，溜了溜了。刚说他给佣兵一刀会不会传送，然后他真的就传到我脸上去了，心情复杂。找黑妹，找黑妹。黑妹找我呀，我不可能就找一个黑妹呀。打个红蝶，都能现在才五台，哎呦我卡了一下，竟然当一个究极饥荒，修他五台电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压机啊？你们都不压电机，你们这让我很难受啊！啊，我修了几台了？有没有人算一下呀？我现在再来修一台。骗你一下，不出刀，真的假的不出刀？他吓死我了，你这个人！你怕不怕板子？重新弄一台修嘛，你非要修这一台，30秒给他修完一台。不行，不能走，强点。
这条佣兵倒了，佣兵一挂死。你今天不把我打倒，我就要补这台。你气不气？那我不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手里一刀就够了。怎么又是佣兵死了呀？拉我一手。可好，直接点了呀，还在等啥呢？这就对了嘛，灵性一点，还完美卡半。哎呦，你抓我没前途，抓我没前途。献祭喽，难受。终止连麦了。瞧瞧我吗？我刚刚还看见零件了。断了，闪现打一刀，然后避免什么卵用，他得跟你啊。当你的头修，惨喽！
哎，你很舒服，然后再吓你一下狗眼，指你一下，你踩。等到拉完锯，我再偷偷摸摸狗回去修。汤水可以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赶紧弄一台。现在要嗝屁喽！在哪呢？不是你，我们两个修得动吗？你要修不动，你摸我不如我摸你。先直飞了。真是，哎呦，你干嘛呀你？来来来来，看见前面出城没？装。前面他肯定要反狙，你看他在不知道他在秀啥。你踩不踩？你踩不踩？你踩你就瞎，你踩不踩？卖了呀，这杰斯。哎呀，这手气真，这手是掏了下水道的，我的天！
怎么是个红点？传送啊！传谁了？调香吗？你没事，你发个需要帮助干嘛呀？我以为他要鸟呢。连机去。我的鸟留着过年喽！哎，七星版。哎，不跟这种地方不跟红地摊买的，那摊了我亏死了。可以，修起来了，小人师，小人师把板子下了。蛇皮失败，幽冥救一下，你把护臂用了吗？你幽冥，我来护臂过年。我卡了。干得漂亮！可以，他跑了。
没有挂的 VIP，丢下来的。好像你拿我没什么办法，就跟着你吸，你签答应账，不签休。哎，这电价差好多啊，我以为压好了。那搞了半天你们没压呀，亏我在那皮。有个瓜皮啊！放个娃娃去石像，然后用头修一下，用头修一下那个世纪医院小丑。剩佣兵还有15秒，赶紧赶紧，用头修一会儿。我还要闪现了，一脸要闪现的样子。哦，队友强无敌。这你得赶快的啊，不然这个人就要挂死臼了。妈耶，一台整机。还没修完呢，这么着急救，血量都没够头，磁铁被打就游戏结束了。
顶住，只要你顶住，我们就是好朋友。顶不住了，这里要死，确实，卖了。瓜皮朋友，娃娃死了。这我开得动，我拿头开，我开个瓜皮。你别装推进器，我就能走。你没有加速，我有。你不装推进器，我就能走。那告辞了，拜拜。藏个娃娃，强电机，先用头修。我先用头修一台呀，这边炸就炸吧。蹭个实力刀，躲都躲不掉的，蹭个实力刀，让他插个刀要好一点。上水，感觉要受伤了。妈呀！这娃娃电不是特别多，顶多一台，破译加速。
顶着个薄命，你把眼拆了吗？我希望魔术师灵性一点啊，别直接点了。你这个狗贼。倒一下吗？你不倒我怎么点啊？还不如直接点了，来的实在呢。早知道他刚才插刀的时候我就点了，他没传送啊。咋还要看一下我视频不成？哎，怎么小屏了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，自己录嘛。哎，为什么这个？右边看不见了呀，真的假的？我去，右边瞎了，右边瞎了，右边那一半瞎了。看不见了，哦，这是佣兵的。那刚才三连谁在修啊？刚才三连都动来动去的。打磁铁，哎呀，这个佣兵倒了，那就完蛋了。我点个叉叉，他还进去了，还炸一下。哎，不对，我切娃娃干嘛呀？你吸得到吗？你吸？
OK，这边磁铁是直接飞，赶紧赶紧，飞了我有一段时间是全速的。快快快，使出头球之力！他不会传送了吧？秀的美滋滋。下满子，哎呀，这个都给你抽到了，你的刀可是真的强啊！飞飞飞飞飞，你飞你飞我的房间走，你干嘛飞？哇，这个快盒子牛逼啊！顶着个眼修都不要紧。一个人都没捞着，七。我手机没了吗？还有吗？完了，炸掉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还点了干嘛呀？佣兵又不是一挂死，你可以坐会儿啊。无理飞了，地窖在哪？你是怎么做到还能被打死的？看见地窖了。一刀还有好久。他现在有耳鸣，晃的一批。
飞没用，你飞。整个手机在这。然后开始跑，真的假的？这文斌这就吃一刀了，嫌我秀太快了吗？应该是不追佣兵的呀，把他摸好啊，不然我头秀不动啊，跑马拉松。我赌他肯定要丢，他一脸想丢的样子。你跟那个娃娃过不去，你真的是何必呢？你坑刀了，兄弟！我接着跟你跑马拉松，我就跟你跑，不跟你玩窗玩板，我就一直跑。不追了，那我直接用头修一台。又是这个佣兵。还倒了。哎，他是怎么做到有五个护腕的情况下吃两刀的啊？神仙吗？哎，无所谓，佣兵屁股铁，坐着吧，坐着看我们修。我要这台压吧。打针对了，下一步我去救。多修了一台呀，色焰是多出来的，大膀子一台，娃娃一台够了呀。为什么磁铁修得这么慢啊？修完了，摇下来了，牛逼！幽闭恐惧啊！
地窖不在这儿。还有60秒，为什么这个佣兵又吃刀了？哎，家伙没治愈了。没事，我有怀表，我把这个人捞出去。这把佣兵有问题啊！我得查好东西，给我呀！不要着急，小伙子。好的，吃点饭了，吃点叫不了，吃点慢了。走大门，哎呀！咬不下来了，看看能不能走地窖了。我希望他知道地窖在哪吧。可以可以，还行。